嗨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做不用等消泡的透明史莱姆，就是非常非常的透，然后就立刻就有的史莱姆。首先当然是需要一个空瓶，然后装满水的空瓶。不要问我在做什么。装完水后我们需要硼砂，这一个吗？我们拿这一个吗？OK， 最后我们拿这个非常少的分量，然后呢就倒进去，然后再搅拌，记得搅拌均匀哦。之后愚蠢的我就决定把胶水倒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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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满，然后你猜下一秒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吧。然后呢我到底在做什么啊？ OK， 好恶心。然后我决定一只手插进去。然后再慢慢的把那些成型的胶水全部都拿完出来。Oh ew！ 之后我把这个类似 BT 的东西倒出来。太黏了，又倒回进去，是不是很多余呢？你不要黏着我的手。我就是要黏着你的手，我们要一辈子不分离哦。大概需要等五秒钟这样子，然后再拿上来会比较稳。OK， 现在我们有非常清澈的史莱姆，是用清澈这个字吗？好像不是，随便吧，反正它就是非常的透，然后漂亮。现在呢，就要花大家几秒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史莱姆有多清澈，因为我就是那么多余的人。由于我的片段太短了，所以我决定做一个调转史莱姆给大家。大家有没有期待很久？我想宣布什么呢？就是我卖史莱姆了。你们一定很兴奋，对不对？我不在乎。这个就是那个地址，如果你们想买史莱姆，就记得去这个地址哦，是我妈妈的店。一定要追踪 Instagram 哦，因为我会 post 那些史莱姆的 video 在那边。这样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，喜欢这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，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，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。OK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